你每天都在想绘画这个事情嘛，所以就是不管是你看电视也好，你刷 Instagram 也好，还是说你在马路上看到什么形象，其实你都会有一些印象，然后你都会就是在自己脑海里记录下来。所以呢，其实可能就是说在我 Doodling 之前，我大概比如说知道今天比如说要画一个水果，要画一杯子，就我是知道的，但是呢那个我不会跟那个就是那个主题具体的去画一个该画一杯子画一杯子，就还是一个 Doodling 的一个状，就是我觉得状态是相对比较随意的那种，用线条那种随意的那种画法。嗯，然后呢之后再让这个一些这些 Doodling 的线条引导我下面的一些有机的形状，然后那些形状组合在一起，抽象的也能让我大概的有一个 idea， 那个我应该下一步画一个什么样的画。所以其实我都是在绘画的时候是自己制造线索，寻找线索啊，就是有点探险的那种感觉。对，所以就是不是说我已经知道了一个目的地在那儿，我直接就到那儿了，我是知道一个目的在哪儿，然后但是然后我自己先设了一个起点，然后呢再这么怎么过去。所以这个过程其实特别重要，所以我每次，所以就是画里它有刮的成分，然后呢有保留什么，有那种不同的透明度，不同的质感，其实也是因为这样其实给你留了一些线索，就是你从哪儿来的，然后你怎么寻找到最后这幅画的这个整个 imagery 的这个东西啊，我觉得这个整个旅程挺对我来讲挺重要的，当然最后结果那个画呈现也是很重要的。对，花里面有肉体的感觉，或者说有器官的感觉，就是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我是一个，因为花还有人体器官暴露在外面是一个非常脆弱的一个东西，但是又是一个非常坚强，非常非常 raw， 怎么就是非常那样的一个东西，是完全裸露在外，你又可以伤害它，但又它又那么自信的展现在你面前，是一个非常对立的。就是这个我不知道跟同学们，但是其实还是跟我这个人，就是我觉得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从小啊我就特别喜欢看那种相对血腥的东西，然后我或者说我去那个以前菜市场杀猪宰羊的，然后小孩都不敢看，然后我睁着个大眼睛，睁着个眼睛我就跟他看，就看那个就是他怎么那个鸡就这么给抛开，但我其实我是没有什么暴力倾向的，然后呢我也是一个比较温柔的人，但是我就是特别喜，我就看那很 brutal 的东西我就觉得特别来感，所以我的东西很多东西它又脆弱又暴力又坚强，它是一个整体，就跟人一样的。就是你在画画的时候每一个不对的点你自己立马就能知道，每一个对的点你立马就，你在画一个你认为是最符合你内心想要表达的东西，那其实可不就是所谓的一种某种意义上的自画像。嗯，我绘画的立场就是比较遵循内心嘛，就是我自己怎么想的，然后呢我自己到底是想要表达什么，我不会 follow 任何就是现在最流行的一些趋势啊，一些 trend， 或者说现在流行给自己的画贴点什么标签啊，我不太喜欢这样。因为就是 trend 这个东西或者标签这个东西几年就过去了，那过去之后如果比如说我最开始我就为了贴标签去画画，对吧，那 trend 过去了之后那我又是谁呢，